不会吓到了吧？愚者千面，游戏人间。最近总是见到你嘛？啊，你闻在哪儿见到的？嘿嘿，要不你猜猜？我给你讲个笑话吧，总觉得你一副很想听的样子。今天陪我多玩一会儿，好吗？下次见喽。逢场作戏，走马看花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，就是我。抱歉，去做些以前绝对不会做的事吧。